在新赛季中，大家最关注的依旧是排位赛的难度怎么样，还有就是有哪些英雄会成为上分利器等等。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了新赛季可以上大分的英雄，他们个个是版本答案，我们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看。首先第一位是黄忠，黄忠在新版本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，被动攻击力加成的提升，使得黄忠在前期的输出表现得到质变。本身有二技能护盾的保护，生存能力不俗的他也是有更强的单挑和爆发能力，特别是炮台状态时高额的群体伤害无人能挡。第二位赵云，作为老牌刺客英雄，赵云在新赛季也是脱颖而出。赵云不但优化了连招手感，二技能伤害加成也获得加强，在吸血和减伤特效的帮助下，赵云的续航和反打能力得到提升，配合上大招的击飞控制，赵云的开团进场能力十分出众。第三位扁鹊，扁鹊在上个版本无人问津，这次喜提加强，被动印记调整为每秒治疗量对友军生效70%。此外，二技能的操作调整，只要释放就能自动给队友施加印记和回血，不需要再瞄准队友放。最后大招的释放不再清空印记，这个对扁鹊真的太好了。这个赛季扁鹊玩家应该要增多。至于新英雄云鹰，建议大家先观望一段时间，不要着急用它上分，毕竟新英雄不稳定因素太多。